今天这些没用的东西，你忙你的事业，我总得过我的日子吧。一天到晚闷在家里，你们说话我连边都不能凑，烦都不烦死。我们马上得撤回据点，添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到时候怎么办？怎么，这刚安顿好又要搬啊？还不是你的错啊。我就不明白，陈思阳怎么就跑到共产党那边做事了？ 那边给的官更大，可他以前就不是一个想往上爬的人啊。这些事儿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快收拾东西吧。老崔，其实我来找你是想交代另外一件事儿。我犯了错误。你说，我没向你交代过，我能读唇意。 这两天大事连成了，我是吧？怪不得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外面慌，干都干不走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早点知道你要侦破的是个什么案子。我不能参加侦查会议，得到的情况太少，我没法分析，我有劲使不上。我真的没想别的，我就想帮你侦破这个案子，想立功。但方法不对，和你动心眼儿，可我的心是好的。 我真的是为了这个案子。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知道，我错了。一句错了，就能搪塞过去吗？偷听、撞案、机密，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。就冲这一点，我就可以处分你。我没有偷听，我只能算是偷看吧。性质是一样的。那么我确实错了。 可我已经坦白了呀。那是在我提醒你之后，我等你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。老崔，我要和你竞争合作，不留二心。绝不给你斗心眼儿！你还在和我斗心眼儿？我不会的，我把柄都送到你手里了，我是诚诚恳恳把心掏给你的，老崔。行了，你回宿舍休息。我不，我要个说法。我明天给你，回去吧。 思阳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昨天我想了一晚上，想你老崔会怎么处理我，大概两条路吧，一条是把我送回天津，交给老孙处理；另一条就是就地处理，把我送进去。咱有自知之明，提前收拾好，省得到时候麻烦。这是我新添置的东西，桌子上的，我现在用不着了。你要觉得能凑合用，都留下吧。 思阳，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继续跟我耍心眼儿？我哪敢呀！你说了不能斗心眼儿，我长记性了。没工夫跟你废话。今天外头天气不错，跟我走走。好吧。 有个事儿，我向你讨教一下。挖苦我？不是挖苦，是真的讨教。假如出现某种情况，保密局那边会怎么办呢？我打个比方啊，比如某个特务向国民党那边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，受到了表彰。
出现这种情况，保密局那边怎么褒奖他？比方说哈，某电台为保密局提供了重要情报，做出了特别贡献，王仁凤会亲自打电报祝贺，他一定会给那个有贡献的特务分子发现金，增加经费，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基于我对保密局做事惯例的了解，这笔钱会立即兑现。他怎么兑现呢？办法倒是不少，通常呢是以商务的名义，或其他名义，从海外汇寄过来。北京能接受外汇的银行不多，查找起来应该容易的。这钱或者是金条，他们会不会派人送过来呢？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为什么？那边做事情啊，最怕在钱上出问题，除非有特殊需要。 否则，王仁凤不会采用这种办法。你认为从查海外汇款入手？对，这是个捷径。二一，立定。哎，老崔啊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呀？你倒说一声啊！队长，查银行的任务怎么不让我参加呀？不懂规矩，出去。 报告。进来。 队长，你不信任我吗？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你都不让我参加？你觉得小魏的能力不够，完成不了任务？我说的不是小魏，陈思阳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他怎么能参加呀？查银行是陈思阳提出来的，我想过，他对特务组织的汇款方式熟悉，他为什么不能参加呢？可是，小敏呢？ 我刚刚参加完专案会议，神通台一切正常，还受到了台湾的嘉奖。这说明我们这边发生的一切和神通台没有直接关系，这也就排除了对陈思阳同志的怀疑。那也不能说明陈思阳就是清白的，没问题啊。又说情绪化，队长，我没说情绪话。 如果说陈思阳能参加，那我更能参加。你别忘了，我和陈思阳还是搭档呢。哎呀，小敏呐，我怎么才能跟你说明白呢？蔡教授，还有药铺掌柜的，都遇害了。陈思阳要是在街上一露面，很可能被敌人注意。你想放线？ 不能这么说，我是说很危险。我明白了，队长，这才是你不让我参加任务的主要原因吧？你父亲牺牲前，把你托付给我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 如果陈思阳不是坏人，他也会有危险的。这你放心，我和他交代过，我相信他和敌人周旋的能力，我另有安排，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出手保护他。崔叔，你能保护他，就能保护我。这次行动我一定要参加。 注意形象啊！是，苏组长。谁是组长啊？哦，对，对不起，崔小姐，何伯伯，宋同志。<笑>我们在执行任务，少耍贫嘴。是，我向苏组长保证，一定模范遵守纪律。按照规定，凡是请示报告，不进银行，不与陌生交流，不与临时办公。报告。什么事儿？我想上厕所，请苏组长批准。
盯着看报纸啊。啊，叔叔戴这叫墨镜。我知道这叫墨镜。哎，你几岁了？八岁了。上学了吗？嗯。哦，哎。叔叔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对，给你的。叔叔，您为什么脸上的墙啊？叔叔在练气功。看完了，你不是保证过不和别人攀谈吗？那是个小孩子。走吧。嗯。老王，您吃好啊，这边。这个不像，这个也不像，这个呢是加急的，但数额不对，没了。哎呀，要不要再研究一下？我认为咱们这趟白跑了，都不是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吃吧。孙敏同志，你的枪法怎么样？干什么呀？咱比比掏枪速度呗。陈思阳，你干什么呀？反应够快的，好。你耍我是吧？情况怎么样？按队长的指示，我们组以人为单位，分三个点对他们进行跟踪，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。就是有一个戴礼帽的人，在附近出现过两次。盯住这个人，他要是再出现，无论他干什么。先拘了他。是。还有啊，如果他是个杀手，枪法一定很准，注意安全。八家能接受海外汇款的银行查了六家，都是这个结果。队长，我怀疑陈思阳故弄玄虚，领着我们的鼻子往歪路上走。还没有查完，不能过早下结论。陈思阳表现怎么样？装神弄鬼的，他走道好好的，突然拔着枪对着我。他有枪。用手，害得我差点真的拔了枪，幸亏胡同里头没人，不然我就暴露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有人跟踪我们。什么人？没看清楚，这人有点手段。我转身时他躲得很快，连正脸一直没让我看见。这个人长了什么特征？戴一顶灰色的礼帽。为什么不跟苏敏说？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利，我怕动起手来抓不到他，吃亏的是我们。你想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个人既然咬上我了，他就不会放手。我做做准备，明天抓来见你。要不要我派人配合你？啊，不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你要派人跟着我们，他容易察觉，反而吃亏的是我们，我们会更危险。喂，到。明天我参加你们小组的行动。是，但要保密，把住你的嘴。查完了。查完，走吧。好。
现在落货，怎么会呢？我是配合你工作的。再说这也是我的工作，我对工作向来一丝不苟。在那边也这样吗？你是不是觉得都不像啊？哎呀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可这已经是最后一家银行的最后几笔汇款了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啊。 再扩大点范围。怎么扩大呀？查汇款要有个时间上的起点。哎，我应该问你不该问的话了啊！台湾发的加奖电报是哪一天呀？想刺探军情呢？怎么会是刺探呢？我说了要有一个合理的起点。就在王仁凤啊发加奖电报的同时，也派人把款汇了过来。可海外的汇款汇到北京最快也要7天。 所以我们查7天以前的没有任何意义，等于浪费时间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嗯，你吃橘子吗？什么消息？ 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，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光头死了，银行的线索全部都查复了，我的任务一向都没有完成。陈思阳，陈思阳故弄玄虚。陈思阳的警觉性很高，抓光头配合的也不错。 光头的死是一场意外。他个人英雄主义，队长，他要早告诉我，我一枪打断那狗特务的腿，我们就能抓活的。这是个死硬分子，你就是打断了他的腿。
他还要拼死抵抗，最后选择自杀。哎呀，这边的线索也断了，那边的大队人马在查姓氏，也没挖出什么新的线索来。这个案子已经是第五天了，毫无进展呢。陈思阳怎么办？光头死了，他在队里的意义就不大了。思阳，北京所有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我都查遍了，结果证明你的判断是错误的。我的判断没有错误。你没给我拿出我所需要的结果。现在还没到时候。汽油不加了。啊，车一定要好好检查检查，听了跑的是长途。他们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。我准备把你送回天津。我跟孙局长已经说过了，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工作，但恐怕你不会在这条战线上了。不，我还没完成任务。我说了，现在还没到时候。你要到什么时候？三天，你给我三天时间，我保证帮你查到这笔特务奖金。老崔啊，来坐坐。老牛啊，你怎么跑到我们侦查现场来了？老崔，我着急呀。陈思阳的政审结果出来了，可是没想到，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，影响你们侦查工作了。好了，咱不说这个。陈思阳的政审结果出来了，是什么结果？从目前的材料来看，陈思阳是我们的同志，可是他历史上的问题证明材料单薄，特别是曹孟飞同志牺牲的那个环节，我正在调查呀。来，坐坐坐。老牛啊，曹孟飞同志亲口跟我说的，陈思阳是可靠的，你也看见了，陈思阳对敌斗争是坚决的，表现是勇敢的。我们已经制定了用人的原则和保密范围，只要没有重大问题，是可以使用的吗？我的意见是，陈思阳现在不宜使用。为什么？当然，我这并不是无故怀疑。陈思阳确实有历史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呀，老崔呀，你也知道，分队担负的是什么案子，啊？对敌斗争这根弦永远不能丢啊！啊，让他去学习，改造他的思想，跟上时代的步伐。等我这边有了结论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是没有结论呢。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从目前的材料来看，他是我们的同志，可是他那两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啊！啊，老牛，我认为边工作边调查，我的侦查工作已经火烧眉毛了。陈思阳给我拿了一个很好的方案，就等着你一句话把他调向战场啊。可我考虑的是专案安全啊，安全第一啊。我要的是线索，我的线索要突破，否则一切都白扯。老牛，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用人之计，要破获敌人的电台。这个人老崔，好，老崔，如果你有把握，我不反对你用陈思阳，但是我保留意见。如果出了问题，我会负全责，我也会照章办事。好，老崔，既然你这样说，我也照常办事。崔队长，在保证书上签个字，
关于用人的问题，我在张处长那儿保证过。崔庭山。问吧，臭小子。曲霞同志牺牲的原因找到了吗？目前还没有线索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问题就出在北京。知道了，我走了。光头死了，是共党抓捕他时，他一头撞向汽车，以身殉职。那陈思阳呢？光头借来了这个。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光头发现了陈思阳，把他周边的人全都干掉。他的意思是，陈思阳在他的掌握中，就等我开口，马上动手。愚蠢，自作聪明。老板，还要不要派人去北京？派人去北京，光头都把线给掐断。派人去北京，到哪儿去找陈思阳啊？老板，三妮儿还定不定？老鬼！你怎么跟光头一样的愚蠢？三妮儿离不开陈思阳，三妮儿和陈思阳的关系，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只要陈思阳还活着，三妮儿就能够找到他。三妮儿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够找到陈思阳的线索。那陈思阳可在北京啊？记住光头的教训，发现陈思阳，第一时间击毙他。思阳啊，你现在说吧，你有什么办法三天内取得突破？老崔，你上次你说过啊，那边要是对这个特务有嘉奖，如果这个嘉奖那是毛人凤亲自签署的，那奖金一定有，而且肯定会立即兑现，会以最快捷的渠道传到零七七八手里。零七七八你也知道？这很简单呀。你们要查工图欧阳三个姓氏，有密码常识人都知道，这几个姓氏在不同的密码系统里的交叉数字只能是零七七八呀。嗯，这样啊。嗯，在三天内你怎么查到这笔汇款？上次咱们讨论过，以商务的名义汇集奖金最安全，派人送款毛人凤轻易不会使用，除非有特殊情况。这样。嗯，说说特殊情况。毛人凤要加强对这部电台的领导，会另派官员督战，现在看来没这个迹象。你根据什么说没有这个迹象？这很简单，如果你们截获的电报中有老叔探家类似的暗示，你老崔会是另一套侦查套路，不会是现在这样。可是北京所有的银行我们都查遍了呀。我知道，上次呀咱们分析了两种可能，汇款和送钱，我忽略了第三种，以前也没想到。你还藏一手是吧你？苏敏，其实这里边有苏敏同志对我的启发。我的想法是啊，既然北京查不着，还有北京周边的城市啊，比如天津、保定，他们完全可以把款子汇到北京附近的城市，遮人耳目，再由北京的特务派人去取啊。嗯，有这可能。异地存款是他们常用的办法。老崔，如果你还信任我的话，我愿意跟苏敏同志去趟天津保定，我立军令状把你要的线索拿回来。
你说三天内能有结果？我有认同担保，如果查不到，你怎么处置我都行。我毫无怨言。我搬到这里安全吗？这儿很安全。过去这里是徽章会馆，抗战胜利后，改为秘密据点。光头死了。光头死了？你突然跟我说这个干嘛？ 你最好做个心理准备。那天我走进来，告诉你陈思阳被我击毙了。到时候你得控制一下，别影响我情绪。报告。进来。队长。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 小魏呢？他怎么还不来？他不去了。他不去了。那这次出差我一个人去啊？两个人。俩人？谁啊？队长，你要亲自出马？不是。让陈思阳去。对。我有些事情先给你交代一下，我让他晚一点到。 想不通。我和天津的孙局长通了电话，得到一个情况：天津银行系统有特务活动。为了不惊动敌人，我们不能采取在北京侦查的方法，不能惊动公安部门，所以这次要从下面查。 关于陈思阳，从我认识他开始，到为我们工作，到解放，直到我这次把他调回来，前前后后，我想了一遍。思阳同志是应该信任的，这次到天津查馆，也是他提出来的，因为他对天津的情况很熟悉。他又。 向我做了保证，所以崔叔，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我改变主意了。我脑子不好使，我转不过弯来。我不让你转弯，我要你坚持你自己。我知道，派陈思阳和你一起去，我的每根神经都很紧张。 可是去天津呢，要从下面查，派他去很方便。崔叔，我想问个问题。你和陈思阳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时间紧，我简单的说吧。陈思阳是从军统那边争取过来的，他为我们工作有5年了。他是你争取过来的？不。
是我的老领导，也就是你的父亲曹文峰一同志，他是他的联络人，是从你父亲那转过来的。那时候陈思阳痛恨国民党的腐败，有进步倾向。你父亲出事前说过一句话，思阳同志是可靠的。当时形势特别复杂，也没法判断这句话的正确与否。当我接手之后，我对陈思阳非常慎重，我一直和他保持单线联系。后来事实证明了你父亲的判断，陈思阳给我们提供过三次重大的情报，救了我们两批同志。是复杂的，陈思阳更是如此，所以专案组制定的陈思阳工作的纪律绝不能改变。嗯，你们去天津，我再强调一次我的要求，不准暴露，不准惊动天津公安部门，尽量减少影响。陈思阳不能单独行动，天津是他很熟悉的地方，你要格外当心，他不能离开你的视线。专案安全高于一切，陈思阳身上有旧的习气，喜欢独断独行，如果他有越轨的行为，你要坚决地制止他。是，我这样要求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不能让天津的特务盯上他，要保证他的安全，你们的一切行动要谨慎。嗯，另外，报告。进来。我都收拾好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啊，不能穿军装啊，你更不能拿那么个小包，你这哪像执行任务呀，好像到天津公安局开会。你穿成这样提那么大个箱子，你是执行任务吗？对呀，我这才是执行任务的装束啊。苏敏，思阳说的对，回去换衣服。我得跟他一起去，至少要带3到4套啊。还有完没完呀？去了，去吧。哎，哎，对，这套可以。哎，那套黑的，那套黑的，黑的黑的不是这套，那套黑的。出去。不行，你的衣服得过目。出去。不行，我给你添一套，好吧？用不着。不是，哎呀，我去。大嫂，大嫂，谢谢啊！
走吧，去南市。来，师长。好，进行这儿。来，咱们得赶紧住下来了。